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围棋》。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第十届龙星战本赛的比赛。那么今天讲解这盘棋呢，是 B 组的第八盘比赛。两位棋手呢，分别是龚子豪和范廷钰。我们今天请到的讲题嘉宾是曹大元老师。曹老师，您好。哎，你好，大家好。曹老师，你第十届的龙星战您参加了吗？没有，我很多届都没有参加了，是吧？因为龙星战的赛制非常的有意思，对，分了好多组，对对对，有是，各种各样的，好像也分了比较适合我这个年对，龄去参加的比赛所以问了曹老师有没有参加这本届的比赛。我是希望到我60岁的以后。之后啊，有六十岁以上组现在好像是40岁以上组，好像是的有这样的一个组别啊。我们这个比赛的话，现在是进行到了第8盘，第8盘。那么在这个组现在出现的形势还不明朗，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就是谁出现，可能跟这盘棋有关系，也许跟下盘棋有关系。是，这个组之前。其实竞争是蛮激烈的，取得最好成绩的是不是只有许家阳赢了2盘？是许家阳赢2盘，还有孟泰林赢2盘。那许，但是孟泰林在后边嘛？对，是就是这个赛制比较有意思，好像是要看谁最后赢的。不，如果说是赢的盘数一样的话，就要看谁最后赢的那个是出现，是非常有意思的赛制。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是。龚子豪和范廷钰，他们经过拆先是龚子豪的黑棋，龚子豪是下在了这个角上，我是黑棋方向，黑棋，对，这个角，小范是也下了一个星位，两位棋手也是非常年轻，都是年轻的世界冠军。对，那当然，在这两位棋手之间做比较的话，龚子豪要年轻很多。因为范廷钰的话出道就比较早了，就是在2013年初就已经取得了应试杯的冠军。冠军，然后直升了9段。是，当年他是16岁。好，二连星已经是目前最流行的布局了。对，二连星是。龙星战的赛制也是快棋的比赛，它跟 CCTV 不太一样，是不是？它是有保留时间的，好像是有10分钟的保留。十次1分钟。是。那 CCTV 一样啊，也是这个用时规则。CCTV 是不是还是有60秒的那个延长？它好像是30秒，有延长吗？好像也有延长。挂角，黑棋挂角，白棋也挂角。白棋也挂角，模仿棋吧。现在下挂角的已经是不是太多见？点33更多一些。好像挂完角之后，脱先的也比较常见。就觉得走一个好像亏了。对，现在黑棋。还是走回来了。白棋小飞一个，这真的成了模仿棋。白棋假如下着这的话，那就真的是模仿棋一模一样了。我们看看白棋的小范啊，没有继续模仿下去。白棋继续挂角。这个挂角的话，白棋是不是期待黑棋如果应一个？这样的话，白棋就会选择夹击吗？会便宜了吗？这样是吧？他有可能会夹击，夹在哪个位置上？这棋。不过现在好像走这个的下法特别比较少啊，这个单关现在已经。不出现好久了，我觉得我预判黑的不会下在这。但是他怎么下夹击？黑的可以先发制人。
白棋挂角的意思也是想在这一带寻求一些变数，看黑棋下什么，然后再决定那个角怎么应。如果黑棋这个地方夹击，白棋会下什么呢？会点三三点角的可能性大了。哦，点三三。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黑棋用时好像对还挺多的，这是黑的碰见难题了嘛，一直在考虑呢。因为这个比赛也是会计赛制嘛，一般来说开局不会用这么久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定式。我们看见了黑棋真的是这么下的，那会不会形成这样呢？这也是一个目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局部定式。这手棋以往的话是接在这比较多，这个在几十年前也有棋手下，但是比较少。在几十年前，对，但当时这么下是创新的一种下法，还是场合定式？比较少见，对，场合定式了这个盘。现在 AI 的判断就是应该下在爬在这儿啊。就近少一些。我们看他们的实战是蛮有意思的。实战白棋是尖顶，尖顶一下。这个黑棋肯定是长。白棋下一手多半是跳吧，对，白棋是跳了起来也跳了。他这个棋有些场合是可以小飞的，但是小飞的之后这一带以后假如白棋进入的话呢，对这两子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假如要进去的话呢，肯定白棋这个是在这里好。那么现在白棋就把下一个难题就丢给黑棋了，因为这一带显然是有空隙的，黑的间隔比较大，白棋是有打入这样的棋。黑棋的下一步棋补的效率也是非常的高。我们看见了，他走在三三的位置上。这个棋呢，它的用意就是很明显，就不怕你这个子跑。假如白子要跑这个子的话，举个例子说，如果跑这个的话，那么这手子的位置显然是在这里好。黑的下这里呢，就白棋就不会跑了。对，怕白棋这个子就轻了，变轻了，就弃掉。他觉得不怕你跑，你跑的话，我肯定好的。比如说我跳到这儿，甚至于凶一点，又跳在这儿的棋。这棋白棋果然没有跑，白棋迂回一点，这边打入。但是我是看到了黑棋的这下一手，这个更让人意料之外。而这步棋感觉下得很快，这步棋可能下这个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这棋第一个。感觉白棋就是穿象眼，穿象眼出来，黑棋应该是这个吧？小尖。然后白棋再出去，黑棋大概跳一个。跳一个的话，这一带不知道白棋有没有突破的手段，比如说从这个地方出来。这个时候刚好这个跳的位置上发挥了它的严厉性。确实是走这个的话好像要被挤断。挤断的话黑棋粘上，粘上这个地方挖断，挖可以打这里，然后把这可以断掉。有点复杂。这个棋子，这就是加棋子、先打一下，长就蹦打还是跳？跳一个，跳一个好一点，就跳一个。好像白的可以。这棋实战的话，白棋下的更为严厉。是从这里飞。对，白棋保留了左边的变化，直接这边飞。这个飞的意思呢，很显然就是不怕。黑棋在这盖住，你要盖住的话，它马上就搬断。黑棋如果断，因为这个断这个棋形实在是不好，难看了。它往下立吧。是这个尖是不是尖不到了？如果这个时候对，可能尖这个为了吃这个，应该是尖不到。尖到好像也没什么，就是说白的大概也能下，不是就是我就不能下。大概虎一下。
的话，这个黑棋不好了，好像。嗯。黑棋这个挡不下去吧？是。是吧？这个是。你说吃这个，我度过这个白棋，这个实力太大。是。这个压是有风险，直接这个盖住它，这个是有风险，所以黑棋实在是靠了一下，嗯，寻求一些借用。对，如果这个时候白棋还是退的话，黑棋就可以直接压住了，了 这样就可以靠，就可以靠住了。那么白棋这个时候搬了一下，嗯，黑棋长，然后粘上，这两个交换呢，黑子在这个层面是比较吃亏的，白棋这一带非常厚。嗯，现在你要盖是能够把我盖住了，但是白棋依然可以出头。嗯，白棋只要把这块棋活了、啊、就可以。啊、现在黑棋还是靠。嗯。不过白棋通过这个飞，还是。有所收获，这一带便宜。对，这一下黑棋把白撞得非常厚、那这可能就是一个判断的问题了，就是白棋通过这个飞，然后让黑棋撞厚之后被盖住了，怎么样？这里边现在这棋白棋是跑这个还是跑这个？这其实有点可以想一下的下，因为跑这个也有可能性。嗯，因为这一带。白棋这个扳接是非常愉快的，嗯，而且是个绝对先手，对，不然加过了这个地方只能虎一个、嗯、这地方、但是这地方能不能下成这样，这个怕他尖、特别有间断的心情、因为黑棋很厚、挡就断一个，气了、继续弃子、继续弃子、嗯、小尖一个，小尖，嗯，小尖黑的不知道还应该硬在哪里，这里边味道还是挺差的、我这个点一个你大概就不行吧、不你不走大概怎么都不行，小尖一个、小尖一个，小尖怕不怕我点这两个，我可能这地方比较复杂，就是白棋是不是有单尖的棋或怎么样的、是不这个图实战已经是没有这么下，完全是另外一种。对，这个图因为在快棋里需要判断嘛，可能不太轻易敢冒这个风险。对，实战是尖，黑棋这个手棋必然、白棋这手棋也是必然的。嗯，提起来。这棋黑的下的真厚啊！压住，哎呀，挺厚的。嗯，这棋不敢。不敢扳头，或者跳一个呢？觉得将来有味道太差了。跳一个，它假如尖在这儿的话，你可能反而有点凑对手的步调。嗯，师傅也只有尖。嗯，因为这地方是不好藏的，以后这地方肯定是有挖一个挡住的，挖一段一段哦。一起对吧、白棋有一个度过，对，嗯，这绝不有度过。那么在这之前，白的可能先下在这里，是，啊、这地方时刻有个挖了度过，所以这个棋形跳反而不好，嗯，他但是敢不敢下在这地方？扳住，嗯，扳住，如果黑棋白棋还是靠这个，我错了，顺势你胡我你说这会不会好一点？那他是不是会有点担心单扳藏出来有没有这样的棋作战？嗯，因为这一带，嗯，就是说这棋形白黑的也不算太好，这只能大概弯着走了、弯着出去，这是另外一盘棋。嗯，这个会可能因为白的这地方有扳，这地方有拖弃子，这地方有扳接，可能这个这几个子一直我是想弃掉啊、觉得这是一个包袱，想甩掉，找个机会就弃掉，因为这个子跑出来也挺大，是，也许有点担心吧。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这地方黑的扳，白棋扳，黑棋长。假如白棋只能虎的话，我觉得黑的应该是便宜一点。嗯，就等于说黑棋强迫白棋帮忙把这个子给占到了，这个步调应该是还可以、现在黑的是单补一个，单下的是非常冷静，然后白棋是拖吗？白棋拖
拖一个。它是什么意思？拖的话，它是当然刺下来断。然后黑棋爬。黑棋爬。我正在想，他吃这个他就很便宜了吗？他是不是为了这个先手，或者是想这边？如果这边拐是先手的话，有这拐先手还是在想搬出来是吧？是不是？因为当时选择尖，我估计还是觉得他这个棋啊不是后势，还挺薄的，可能将来会不会有搬出来的想法？有，那他黑就挡住呢？对，他现在就把这个给吃了啊，把这个抠掉。但是他现在这个图，这时候好像白的还可以。可能是有个搬。不过实在黑的是下的很强啊，强硬，他是非常的狠，爬了一下，能爬。我想这个应该也不会出小范的意料之外吧，这个爬应该是很能够想到的。但是爬的话，如果说哦退是先手，退啊退是先手，然后黑棋还是吃吧。黑棋会小尖、小尖一下。小尖啊，白棋拐他再吃掉。黑棋先小尖，以后保留一个角上的出棋。对，先小尖一下会好一点。他是跳的话，黑棋也能够小尖。实战他已经下得着。这时候白的如果退出来呢，一样的，他一顶是过了。是。所以这个目前不能成立，并且这一带黑棋马上需要定型，不定型的话，黑棋就。在下一手棋，对，再顶过这个手棋，还是挺大的，全部连后。这个地方长这个好像没解决问题。长我就有个搬了一下之后，这地方还是顶过了。一顶还是过，是，所以这个手棋没意思，这个顶大概没什么可能性被他吃掉。对，不好，这个黑棋先手的外围黑棋还挺厚的，所以这棋大概白的只能退在这儿。那如果退这儿的话啊，就相当于黑棋尖，白小尖，对，黑棋打吃，黑棋退，意思是一样，只能这样啊。实战就是退了，退本手退一个，他是应该把这个只吃掉了。然后看看黑白棋在这一带如何动作。这一带下棋跳长形，搬也是长形。这地方黑的肯定是要补的，这手棋肯定是绝对性的要补，跑不了的啊、肯定是要。黑棋可能想争取一些时间，看看白棋下哪儿，筹划后面的事情了。一直没有落子，没落子会不会就过了三十秒？过三十秒的话，在这个地方也不合适。对。这种地方过一次不太合适、他在想什么？是，好像是过了。过了，哎，那很奇怪。他是对这一带有所担心吗？不是，暂时再怎么担心，这时候棋怎样补？也应该走是。那个搬一很奇怪。想搬。还是想立，想立，但立完之后，将来这里会有一个打劫的隐患吗？这个劫就是打了一般，打了一般，就白棋可以不用动，可以以后打了一般。你不是、你先不动，我又拐过了。这个拐过还是很厚重的。他是搬这个。搬这个，他看来还是想在这个局部得到一点便宜。其实搬这个，假如白的劫材有利的话，可能更厉害。白棋可以下这个。不过他劫材应该是没那么有力了，肯定是虎，肯定是这个棋退。嗯，然后黑棋吃，白棋吃，点一个，踢掉，点一个，踢掉，黑棋还是接，接你这劫就接，好像没有劫材了，不知道这一枚是不是劫材？肯定不是，不是了。
那就提调，好像四七也是可以的。对，然后就跳出来，跳出来。这样好像也是黑棋好，打劫不怕。嗯嗯，打劫不怕，白棋应该也只有接上。接上，还有这个打劫是吧？嗯，白一路。这个打劫，哎，这个打劫劫也不是很大，黑棋大不了，黑棋大不了就对啊，就尝一下也没事。这里边也接不上。黑棋做这个劫的时候，就尝一个。当然先提劫，你早些走过来我就盘尝。对，没什么了不起。是，这白棋实战是粘上了。黑棋吃，黑棋这个吃下的很快。那黑棋这个用掉一次，他可能也刚才在计算劫材有没有对一个对有会不会生出些别的变化？如果像这样，他是觉得便宜了，就搬粘一个，我跟不走，要便宜了。底下多个力的话，这个点脚会更严厉一点，是吗？对，白棋这个搬还是非常大的。黑棋大概也只能是虎一个。但这棋形有一点不舒服的，这地方被黑棋点一下这个断点是不能成立的，大家注意，因为白棋这个叫吃是先手，然后就算争子争不掉的话，他一夹是把你夹死，但是这个点黑让白棋很难受，是好像也只有接上，然后黑棋再飞出去，这一带。哦，对，他这个白棋下的这是有意思的一白棋是单飞，单飞的意思也是黑棋如果搬会形成刚才还原成，那就不行，对对对，还原成刚才断完之后打先手能夹死，这一段这个只要被夹死了，对，那白棋黑棋不能搬，黑棋做局部的话，有可能的想法是这么一顶断，对啊，那这个长也是先手，对对对，那这一带太危险，太对，黑棋可能这个有点危险，是，所以先目前这样反击的手段不成立，那黑的可能要自己出头，是黑棋实战是单拐啊，拐拐在这儿。拐跟飞，不过这飞也是有一个棋形的缺陷，被白棋跳在这儿，很难受。跳这儿，如果黑棋拐那边就搬一个出事儿了，只能大概贴住。对，贴住，贴住它顶过来的话，已经把你这个也已经吃掉了，断掉了。他们其中出了点问题吗？我看到中拿走了，对，那这个时候两位棋手可以疯狂的想一想，大概有这样数字的棋手也很少见，可能注意力也会被吸引走哈。所以实战它是单拐在这儿，棋形会更加的厚重一些，白棋这一带需要补棋吗？还是假如什么都不管的话，这地方还是有顶断。就跳一个呢，这棋形我觉得也还可以跳一个。对，还也算是不错的一个棋形。很厚实，有可能下来着。因为打是永远先手嘛，这里边就安全了。哦，他更狠了，白棋是立，他是立在这儿，难道这一带完全没问题吗？立在这儿，因为黑棋这个挤是先手，白棋粘上，挤，当然基本上是先手，不过也不是绝对，好像，也可以也不走，我你断我退，把这两个切是，但是我们现拴他有山上，就搬是不成立，黑棋大概还是顶，对，看看这里成立吗？挡，然后黑棋断，对，好像能成立，就
就会可能会形成一个杀气。嗯，但这个杀气不知道怎么样，长先手，这些长，我如果加一个，哇，这个挺可怕，黑黑气好像气很紧，走这个是不行的，被挡，被挡，嗯，黑气断就长，嗯，对。这个被扳住，大吃就扳住了，嗯，是。嗯，所以黑棋实战也没有敢动出来，实战黑棋也是这边先自己加强，先跳了一个。嗯，这里的变化可能也是太复杂了，没有时间去深算。对。嗯，白棋跳。黑白棋跳黑的，这个应该要补的吧？补完白棋再补回这个。嗯。嗯，大概会这样。嗯，感觉白棋还是挺实地挺扎实的。实地很大啊，这下没挤着。嗯。嗯，这两下挤着也不一定便宜。是，对，将来可能这底下还有点余味儿。嗯，起码那么这个有点嘛，点的话，这个棋形可能以后黑棋有渗透的手段。嗯。对，刚才那样就觉得白棋的实地挺大，嗯，那俩子一拿走之后，不过现在基本上当然也是白棋，也是白棋的，嗯，黑棋顶住，嗯，哦，白棋也是很厚实啊，顶住，嗯，顶住，再吃是基本上就活了，嗯，顶住。顶住对黑棋眼位的威胁大一些。嗯，他还在瞄着黑棋还没活。嗯。这个转换下来，曹老师您觉得怎么样？第一感觉。嗯，我觉得白的还可以吧。嗯。这个我是比较看重白棋这里的这个实地。嗯。这个实地现在应该比这个大一点点。嗯。哦，黑棋点，点一下，嗯，然后白棋粘上，啊，粘上，嗯，这个没有熟手的嫌疑吗？这地方本身棋形是有一个夹，夹，嗯，本身下的话是夹是为了兼顾这有一个挖断的断点吗？那我这棋怎么下？不是粘上，就是不管你下什么。嗯，这个棋形点完之后，这一带黑的挺薄的。嗯，对。那它比较凶狠，它就下在这里。嗯，这个呢是大家过安稳的好日子啊。对，加完之后黑的当然这块棋厚了。嗯，白棋，比如说通过这种虎，这一带也比较厚，但是点了之后呢，黑棋这一带眼位也是匮乏的。嗯。不过白棋当然也没有眼位了，不过白棋的头在外边，嗯，白棋下面，嗯，白棋飞在这儿。如果是这一块比那个角目数好一点的话，嗯，那么这两个子肯定是比这个角要好。就是我觉得这么看，对，基本上就一样呗，就是挂了一下而已，挂一下，没什么好。也谈不上好，嗯，对吧？差不多，这个上面差不多，嗯，下面可能也是差不多。嗯，这块黑棋的空跟白棋这块空也差不多。当然，白棋能走到一个就很好啊。现在这点被黑棋下了，嗯，这样呢，白棋这块空就和这个差不多。嗯，然后这边跟这边差不多，对。黑棋先下加了一手棋，这两块估计。也差不太多，差不多，对，是这样。如果不走的话，但黑棋现在这里呢是有一道后势的面，是可能对这一代的以后的发展黑棋是非常有利的。黑棋现在全局如果做形势判断的话，嗯，黑棋只有说是这一代是黑棋的潜力，黑棋要靠这个跟白棋争胜负。嗯，啊，双方这局两手棋下的很有意思，白棋下在这里大飞。对黑棋的下一手 ，no， 嗯，这个手棋有点像浪子棋，嗯，
不知道他这首棋是不是从那个 AI 的下法获得灵感。嗯，正常跳如果有这个 B 柱的话 AI 都是下这儿的，都下这个点，这个的话对它都是下这儿的，就这边没有的时候那它这时候下这儿估计可能脑子里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图像吧，对，然后算一下，哎，觉得还行，因为这个是先手所以白棋不敢随便下在这种位置上并是先手，并是先手就可以直接一跳这里边局部可能是不是进活，但是因为气太长了，局部可能是进被打，是进杀吗？局部应该是进杀，感觉是个打劫，不是？没有有打劫吗？哦，进杀，粘上。加这个是不行的。嗯，我这一粒，我可以搬，搬粒，是，里边气非常长，倒是太长了，对，白棋这么下肯定不行，肯定不敢那么下，对，白棋不敢那么下，白棋实战是靠住，靠住，然后黑棋在反夹，因为现在。黑棋这么来的话，这颗只是紧上了黑棋的气，情况会好一些。紧了一口气的话，对，他这样是把它吃，可能吃是吃，或者是我跳一个他也不活是吗？这边。这样白棋，白棋走这个肯定是比走这个好，这是肯定的，但是你走这个呢，黑的也有腾挪的余地，他反夹你一下，挺讨厌的，这地方不能立，这一立就黑棋就达成了他的心愿，这个被藏了，他大概白棋只能粘上，那么黑棋这个下法，然后后来又一跳，哎，我觉得还不错。那黑便宜，白棋真要立的话，是不是要下这个？下这个下的是什么？下这个，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尝试先手。对，这样我是想立。哦，那脚上长粘上，不知道没有棋呀？他是这样，然后打吃。接上，然后跳。哦，没有棋好像。没棋，这一代要收气，它也黑棋也有。有价值。对。有一手棋价值。全部是是。然后让白棋脚上的目数越来越小，收气吃。是。局部可能是没有棋，但是有收气的手段，所以白棋实战还是就是单粘避免这太多的余味儿。黑棋实战跳，然后白棋。飞的话，它有没有？它这地方其实渡过本身倒也不太大，它可以夹住，也没什么。没有棋，就只是一个大关子。对，一个大关子。那飞这个的话，主要是强调黑棋自身的棋形有一些弱点，希望黑棋能补棋。对。白棋就便宜了。弱点，这个是很明显。就靠断了，冲就直接断掉。对。是，这个路点很明显。是，那实战黑棋这个地方虎了一个，补在这个位置上，虎把这个靠断给补上。但这个地方感觉还是有断，将来如果是白棋后的时候，你指的是这个吗？就还是靠了再冲扳断它，然后就冲。对，如果粘。他的这也接上。对，粘就搬完一团上。我好像不能粘，粘的话还有可能给你生出这个几段的表。那对，还是可能是团这个吧，你得紧住我气才有这个段。对，接上，然后再断。断。就现在白棋可能不成立，但是将来也许后的某一天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棋形这个飞行还不错。白棋这个棋是走了一个这个时代，嗯，能不能脱线？如果能脱线，走到这地方就好。是，对，而且这一搬完之后，其实以后也没有靠的心情了。嗯，哦，这靠搬完之后就有靠了，就有靠了，更厉害。嗯，他是不是就是瞄着这个了？对，因为有了搬之后，这个靠就。一冲，一冲，你要接它，直接就搬出去了。嗯，有了这个，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对，白的可以下在这里，这两个子你已经吃不掉我。是，啊，就是应该看中的是这个。嗯，搬了一下。对，这种地方是不是应该脱先，就直接手脚还是搬好？在快棋中确实太难判断，是，点脚，这是目前最大的一手棋，嗯、是，白棋挡住，然后黑棋爬，白棋搬，白棋搬住，嗯，然后黑棋搬，嗯，白棋在，这个是局部，嗯，局部的一个定式嘛，对，黑棋叫吃，打吃，还没下，那这肯定是要打吃的、嗯，打吃了搬接，然后。互相补棋，是打吃，嗯，然后搬战。这个地方黑棋速度下得很慢，他应该也是在为后面争取时间。这个搬总是要搬的，对，嗯，搬总是要搬，要搬，应该是会搬。这白棋打吃的时候，白棋也没走，也是想了一会儿，可能想他们之后这个角下完了下什么是吧？对。嗯，双方这个地方下得很谨慎呐。对。白黑棋肯定是要搬。嗯。黑棋搬完之后，如果劫材有利，可以虎一个，做个劫。嗯，就搬。现在应该也没有劫，没有挡住，没有说是劫材有利。哦，做一个劫。我就算不打劫的话，有的时候也有棋手爱下的这个这样的虎、嗯、是，就是你打吃的时候黑棋就接上，嗯，然后补回去，他就然后粘上，嗯、哦，就等于说强行的让白棋把这个扳跟弯下掉，交换掉，以免将来这里什么历史先手里边有一个环棋劫，啊，嗯，就一靠，哎，哦，不是这里，不是这边立，是这边立。不是这边立，是这边立，是这边立 是吧？对，嗯、这边立有靠，靠了尖、嗯。哦，对，是这边立、嗯，里边有一个结，嗯。所以相当于让白棋先把这个下掉，把未来的变化先走掉。嗯。啊，实战就是虎的，嗯，就是这么下的。然后白棋打吃，嗯，这个黑棋应该是还是会粘吧。嗯，现在看不出黑的，想打什么地方找白棋的劫、嗯，找不着，可能只有这唯一的这一个损劫可以找，嗯、那是白棋有劫，黑棋应该会接上、嗯、这个棋形，其实下在这的时候，当然这两个交换，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是。防止了白棋这个一路立是先手，先手、嗯，就是以后是可以白棋可以靠一尖，嗯，这个脚里黑棋是没有进火，黑棋挡，对，然后白棋往里扑，里边应该是个很多手劫的棋，两手，嗯，两手都不止，是，两手都不止的棋、嗯，是。快三手劫了，嗯，但是呢，就是非常随意的时候，让白棋下的这是先手呢，黑棋也不太情愿。不过这棋呢，有了这两个交换、啊，黑棋也有一点是要警惕的，嗯，这棋当白棋搬这个的时候，黑棋也很难受，有点难受，是，就是说这棋。如果挡的话，挡有里边有一个顶顶，对，
啊，这如果打吃很明显，这里面一般过是一个打劫。对。那我要吃挡在这儿。就是这样，然后一扑。然后扑。提掉。提掉，这里边好奇怪的一个劫。这个地方呢，就是他要提这个。嗯。就是那这里边是一个。好奇怪，不是，就是白棋要把这个接上，一般情况下，当然白棋不太可能下这个棋下。嗯，就是也就是说，这一带要有一个白棋，白棋可以这么下就可以是、啊，还有脚里还有点鱼尾，因为这个棋形啊，正好说到这儿了，再给棋友们介绍一下。本来这个地方，无论他是搬这个还是搬这个，他都可以跳。嗯，这个跳是好行，不会有问题。嗯，现在实际上是这样。对。啊，黑棋藏了一个，这个当然是先手、啊，不是黑棋藏一个，白的还是走到了当时搬这个时候就是带望的套在这儿。嗯。然后黑棋长一个，白棋双，双，这棋还是挺复杂的，是，因为这一带黑棋还是有冲了接上的可能性的，你冲这个的时候我就接，对，然后黑棋粘上，你搬。我有可能跳，如果这一带黑棋有点援军的话，还黑棋还有可能会这样跟白棋作战，所以黑的实际上是压这个。先做一下准备工作。对，白棋假如都跟着硬，然后就搬，长黑棋就可以冲这个。黑棋还有机会再压一下。再压一下。那白棋继续长。对。是不是这样压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地方就有点复杂了，太复杂了。但是白棋如果这白棋太可怕了吧，是那白棋如果这个地方我就飞一个飞不行，不啥时候飞，现在飞，不他有可能可以有弃子啊或怎么样的，不见得飞得到，飞了可以靠你，靠搬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对白棋来说也是一 个考验，应该考验，这是一个抉择了，可以说是敢不敢在这里搬，这个是非常想下的一步棋。白棋已经给出过答案了，他是冲在这里，非常厚实的一步棋。就其实，在白棋的从这步搬开始，他就一直觉得这两个字很大，对，他就瞄着这个靠，然后这个时候，就算这边可能会被黑棋搜刮的很惨，依然选择了把这个两子吃掉。那黑棋应该会飞吧？黑棋选择了飞。黑棋飞，白棋。拖完连扳吗？拖完连扳。白棋目前可能就两种下法，拖完连扳或者小飞。小飞黑棋是不是顶住？是个棋形。顶住白的下啥？白棋黑也很难受，从棋形上只能并出去。是小尖容有靠断。那实战我们看到白棋直接搬出来了。这个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一手棋。这白棋是要弃子吗？白棋应该是长这个。长。下面直接收气，黑棋是不行的。走这个的话呢，可以搬一下。
这样是点，然后挡。这个是白棋把黑棋这个吃，是现在这块棋这块黑棋比较苦。黑棋还可以跳出来，对，这地方是可以跳的。黑棋跳，然后白棋小飞。我还没下，还是说上次下面应该我以为他会尖，我看手势比划的他是飞在这儿了，下了感觉白棋这一系列的构思是在下一把好大的棋，他是不是要弃到这边你要是这块棋，对，对那块有想法。这个就比较普通了，是吧？走完这是要的，就是还要走回去，然后再飞一个。白的飞在那儿的之后，白棋这个是生死不会有问题。第一是黑棋是靠不住，不能靠住，靠住我是要顶断你的。尖我就爬，那我做活不成问题。是。不过反过来这三个白棋比较孤单了，孤单，对，这个能成立是比较强硬了。黑棋也是不甘示弱，这个地方你直接把白冲断了，一冲挡一断，这个地方感觉双方下的非常的紧凑。这黑棋很危险啊。白棋长，假如你盖住我，我还可以搬出来。你不能断我，断我把你蒸掉了，所以你走外搬。这黑棋行吗？这样。主要白棋一直牵制着那块棋。这块棋被白棋吃掉，肯定黑。肯定不行。黑棋是不行的。对。这棋黑棋如果这粘一个，粘一个好像也没什么用。粘一个不是我，对啊，粘一个我这个也把你吃了。那看来黑棋还是不能压，不能压是吧？压凑他扳，只能长。只能长，长的话这个局部。长的话，假如白棋跳出去的话。黑棋是这么一走把白棋吃了。对，走了。是死了，应该是。起的话就粘上。死了吗？就粘上。哎呀，好像我怎么看觉得还有一线生机似的。这个是应该是不行。应该不行吧？但是白棋如果说一打一长，我勾一个，勾一个也不行，对，也出不去，出不去。那这样的话，白棋黑棋长，白棋有什么办法？从这地方先吃他这里。这个太混乱。这个我们这么摆着可能看不太清楚，更何况他们在读秒中的催促之下，那计算力实在是太强了，如果能把这个算清楚的话。在30秒。是。要把这个算清楚很难。而且这个很重要，一旦有决策性的失误，可能这盘棋就可以结束了，比如这块就死了。对。尖。我们看到黑棋这个时候还是没有落子，接他靠住，靠住白棋搬。他能挤这个，挤这个不行，那我打吃。打吃我几次？就粘上。你是粘上的话，粘上之后把你这贴了。
上去。这样白雀好像不行。打上去。打上去。真的能打上去？还能有这样的棋啊？我们看到黑棋这个时候应该至少得过了两次，我感觉，没有落子。这样，那我走这个，你倒是可以跑回去。那我不好，我肯定是要踢的。这个劫我按理说应该不是很怕，不过也不一定，也很完全。是，应该双方都看不太清楚。主要黑棋的劫材。也很难找，倒是。哦，实战就下到了这儿，下到了小尖，长，然后白小尖，而且这步小尖看下得很快，他应该是在黑棋思考的时候已经算清楚了。啊，小尖，黑棋好像大概也只能靠在这儿，是吧，曹老师？对，好像也没地方可以下了。没地方可以下。这跳都更松垮。不行，应该是靠。对，只能靠。靠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扳能成立吗？扳应该是断，还是断？没有别的下，这个不行吧？这个我接，这就粘上，然后打一下就行了。这个应该是这个断，打出这个我可以跑的，跑吗？跑怎么样？跑我也跑，别跑。跑不出。也跑。很可怕的，脚持接上，这要争我，走着你还要打一个，不能跑了，跑，然后这个粘上的话，好像不行，这个白棋太勉强了，这个，但是也不一定啊，这里边。没活，一劫就没活。对，那白棋如果说先手走一个，让黑棋做活，这外面该白棋下。对呀、搬出来。实战没搬，实战没有搬。搬出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还是单断。这个，不过感觉上是。白棋也是挺可怕的，不，这个劫、这个先被我提掉，你还当然这个还是这么打一下，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怕。黑棋劫啊冲啊或怎么样的，是，那棋白是能够，白棋实战是走了这个，没搬出去，单弯了一个。这是感觉求稳，可能看清楚了其中的一些变化吗？黑棋也单搬，但是白棋是他还是没搬这个。搬这个他还是一个断。他是冲这个，对。冲了这个。不，他要求这个先手。然后把你这个吃了，对吧？他可以走之前先挖了一个，他是挖一个，挖一个，感觉上好像比这个好一点，实际上效果是一样。就是走这个，你接上，我再走这个，顶是先受，这个一个断，你肯定也受不了，肯定要补，然后吃掉，大概就是要现在是挖一个。黑棋粘上，黑棋粘上一样的。白棋走这个，黑棋。那如果这个棋黑棋只能粘回来的话，这个被白棋吃掉，怎么样？白棋好像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满意的。就把这一吃，吃的这好啊。吃在这儿，是不是？以后不是这样的话，我全是木，不总要提的。但万一出去呢？这不都是木吗？对，是。
实战就是下到这儿，这边黑棋粘上，然后白棋下。白棋，他这总要补一个吧？白棋粘上。嗯嗯。还是很细腻，粘到了这里。嗯。基本上没什么差别，走这个跟走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当然，在有些场合还是你刚才放的这个位置好。是因为你如果吃是作为劫财走这个，我不理你，你把我提掉，我这地方是个眼，我还能活棋。对，我当时就想，哎，这有个眼，是有粘上。这个但是小贩下的照也是粘上，小贩的感觉跟我一样。嗯，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点，写的三个字，非常漂亮的一手棋。嗯。就是现在战线还是挺长的，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个未知，太广阔了。对，不知道将来这一带会发展的怎么样。对吧？白的现在这块棋，你要吃一个是活了，嗯，但是被黑棋走一个的话，整体白棋特别薄。是走这，不怕黑棋钻进来吗？这地方？这线也一钻，眼看的是 A B 剑合嘛。那白棋，嗯，就靠一个，靠一个冲。嗯，靠一个还没火，还靠这个吃火。嗯、对，实战黑棋就是尖了。不，实战黑的尖了、嗯。不过这黑的，点一下。就白棋下这个应该对黑棋这个小尖是有所防范的。嗯，他是尖这个，尖这个呢，他就冲过来。嗯，不好意思，下这样出头吧。是。这个眼位全没了。全没了。对，这个劫，这劫也先生。嗯。这白的棋形不太美妙。应该不会这样，这将来粘还先手、啊、对，没眼了，应该不会这样，暂时白的在这里出现，开一个大场分头一下。嗯，分头可能觉得将来这个子还能借用得上。嗯，万一这边子力多了，说不定作战有可能投在这儿、嗯、投在这儿黑棋是不是就逼住了，挺想往这边来一路的，再过去一个是吧、哎？这个这样的话，假如这个这块白棋和这个黑白棋都生死无忧的话，嗯、应该白棋实控是领先的。是，小贩还是硬他？哦，哎，还是虎了一个，断，这个叫吃。这个是先手肯定。嗯，叫吃，就是这个局部现在一吃是活了。嗯，下一步这里一提就是两个眼，这里我还可以做个眼。是，这个是看得比较清楚，这个可能也是白棋虎一个的原因。嗯、啊，白棋反攻倒算，现在黑棋这个地方也没有活干净，只多就一个眼，不但是不是没活干净，嗯，我走的话，你好像一个眼都没有，是，你要走一个，白棋，我如果应你，你是一个眼，就你做眼的时候，这里是个先手眼，嗯。黑棋下的也很凶啊，但是这里黑棋如果说真的想活的话，团一个，白棋活了吗？挤这冲完断啊，因为气紧了，是不是就有棋？嗯嗯，所以黑棋可能也觉得那边暂时还安全无忧。
可以先这边先来一下。对，好，白棋挡。会是长，这个应该是接上吧，上。有没有这个来不及走了？来得及吗？来，来得及，是不是这？好像还可以吗？卡呢？冲过来了，冲过来。哦，这个黑棋这个不行，这个过分啊，过分，这个倒是有点过分，来得及。这个过分吗？这个我冲过来了，你也过分吗？然后火棋，哎，怎么火？就刚才。哦，这样火。棋。我这样是也已经肯定活了是吧？嗯，就是我这样破你眼的话，你就把我这一冲掉。对，主要这边还有一个断。那可能这个现在来不及走啊。嗯，来得及走倒是有好处的，这一下走完我就双着走，这个棋形接双出去。是实战是只能粘上，双可能这个形更好一点。实战是这样，黑棋中来这飞，白棋也飞，就出出快。拐的话，黑棋是不是从远处开始进攻？对，这里一直有一个挤的断点，这地方是有一个断点。我觉得黑棋这几步棋下的很犀利，很好。本来觉得白的好像实控是要领先的，是现在是很混乱，现在是白的下在这飞，就感觉黑棋很主动啊，黑棋继续飞在这儿。因为那里一直是有隐患的。白棋单提在这儿提了一个。对，这个一般这样的棋形总是单提掉之后看看黑棋下什么。对，黑棋应该是尖回去了。这棋就现在双方都脱不开手，这个地方顾不上了。这两个没有这两个字先拿掉。对，哎，有了啊，这个打是不是打掉？这个打气、有了。跳，白棋现在还是把黑棋封锁在里边了。很想脱先在这个地方抢一手。有个空好大呀。对对，局部的死活黑棋应该是活棋吧。白棋如果动手吃的话，你想抢一手，就白棋一走这个就这一带一个眼都没有了。一个眼都没有了吧。哦，不还不见得，我接着还是先手，我这地方还有冲断。他有半只眼啊，那黑棋的生死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连笑下得很强。啊，顾子豪，顾子豪，感觉白棋这个棋形啊，不是很好处理。主要这一直这几段之后应该先手，那里面白棋还要再补一手。那白棋这个地方是这个顶是这个局部的一个好棋了。白棋白棋因为冲过来不太好。这棋就贴吧，这就贴是吧。所以它顶的话
起码我们可以看见黑棋直接冲这个局部之战是不利的，这要被打下去，这个要被争子。 嗯， 嗯，被争死。嗯，他还有没有别的腾挪的手段？冲断。嗯，想冲这个是吧？冲断。嗯嗯，冲断。冲断他怎么也要利用这个吧？挤一个哦，挤，是吧？嗯，再去。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挤。这个也是很想下的一步棋。嗯，那如果因为上面是活棋嘛，我就退了。对，这活棋同样一个。团这个做活啊。嗯。哦，实战是冲的。冲白棋啊，就是这么下的。哦，白棋是起的这个，对，白棋起的是这个。然后黑棋。这挤这个被再被冲过来，这个挤断的味道就不好了。嗯，最重要是黑棋这边一直保留一个活棋的手段。嗯。挤断之后怎么下？不，反过来，现在这局部白的一直白的也先活，也活。嗯，哎，这个的话现在走这个一直想挤挤黑棋就粘上，但是亏我这两个状况亏了。嗯，我还是应该这个时候挤单挤在这儿。嗯，然后白黑棋还是走这个，那我去断。断。嗯，还是断。这地方有挖吗？嗯，这地方有吃。实战白棋这个下法风险有点大。白棋是走这个，白棋其实挤完了断，挤完了断。对，挤完了断，这当然绝不是最狠的，不过自身是有问题的。大家注意，这个棋形黑棋是不能下得到的，这地方还是有一个断。嗯，要吃，这地方一个挖，这样黑棋就坏了。不过这棋形我有点为白棋感到担心，因为这个棋形实战这样下到这个时候，白棋这块棋没活有问题，这地方还有冲，很难兼顾。我们看到这个白棋。很难兼顾，白棋就是想头已经把棋盘都挡住了。白棋在想兼顾的招法。嗯，这个棋手的脑袋挡住顶镜头，这是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是，就是，其实也可以从这个动作中可以看出来，这个棋局是非常的紧张激烈。嗯，白的下了这。这个是显然是想兼顾各方。嗯，我觉得黑棋其实只要把这个地方顺利做活，嗯，然后把那个空一抢，应该形势还不错。嗯，也就靠住算了。我小尖靠，小尖怎么不知道？靠还是靠？你有一个地方不太舒服，就是那白棋。嗯，这个是个绝对的先手。是，接着他就来挖你了。嗯，这地方实际上白的是故意卖一个破绽，黑的是可以冲的，不过白棋牢牢的可以把这个接住。嗯，这个效率白棋比单接上去要好很多了。这两个交换白棋便宜特别大。嗯，是，所以这种棋
一般是不会考虑下两者，这就是中套了。嗯，确实走完这个之后，灰棋的联络无论走哪儿，白这个几是先手，他也无形当中把这个几段给防上了。嗯嗯，对黑棋来说是一个考验，黑棋是走哪儿，灰棋还是冲啊，黑棋冲这个，冲这个也是一个好步调。嗯，双方在这一带下的是非常的紧凑。嗯，这白棋该怎么办？白棋应该只能往下拐。白棋肯定是不能断了，嗯，是吧？断它打这边，打这边可能都可以下。嗯。嗯，打这边它也便宜了，它在街上这地方有个利。嗯。跟刚才这个棋形就不能同日而语了。这个时候你单冲他就接上，他不是拐在这，他是接上。你走这个的话，这一带白棋隐隐约约还是可以出头的。所以他冲这个的时候，按这个棋形的推理，白棋应该下在这里。啊，是下这儿。下这儿。黑棋现在只有小尖，没有别的棋了。小尖之后，现在局面依然非常复杂。是这一块白棋差一手棋活，嗯嗯，黑棋这一块棋不知道啥情况，还没活呢，也还没活。嗯，然后一块棋、两块棋、三块棋、四块棋，嗯，绞杀在一起，很复杂。对，这白棋，哎，白棋这个时候抢了一手断，哦，抢了一手断，嗯。这段这个局部最狠的白的是下去，嗯，将来可能会关系到这边的眼位，眼位，那这个可能也体现了小范对局面的一种信心嘛。他下了个简明的，反正我现在能吃你这两个，能吃你这个这一代白的安危就不成问题了。不过好像对黑棋放了黑棋的一个生路了。嗯。把黑棋把这个贴回去，这个应该说是先手，这两个字不能被跑出来。嗯，他应该要吃掉。哎，贴之前，哦，没有打不着，太熟了。嗯，贴，那这个地方黑棋加一手棋，局部白棋不是没活吗？加哪儿呢？挤吗？挤一个。挤这个，嗯，它这地方是有个挤，哦，这地方有一个挤，不过这个还是挺复杂的，白的可以下在这儿，嗯，然后白棋，这个不能成立，哟，白棋会就它有个反冲，是，那只有断了，黑棋可以打出来，这个很危险。嗯，那这个图形现在黑棋反攻倒算了，白棋怎么办？嗯，十，弃掉肯定是不行的哈。啊、哦，这手棋小范刚下的，刚下在这儿。刚下在这儿。这手棋应该是没办法的，不能不下。嗯。然后开黑棋下。嗯。这手棋没有下。嗯。黑棋应该下在这儿吧？嗯。这棋就。一决定胜负。这个地方因为打知识先手，所以挤了这个之后，这个地方这个断点黑棋是需要补的。嗯，然后刚才说了这个不能成立，因为它有个反冲，是，那么它只有断，白棋是
是断的话，我初看一下的话，白棋也是相当的危险的。所以这不打，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打是不是有点卖味道？不打的话，这个长是先手。这打是吧？嗯，不打是长是先手，不然这打一圈之后，这有一个恰打。嗯，是有可能。对，这下打其实可以不用，就是有一个不着急走。嗯，如果这个长是先手，这里就复杂的多了。嗯，对。这下打什么时候都能打得着，是不是当时打将的时候打掉的？也有可能。嗯，快棋的话，像这类的棋是挺多的，出现的比较多。这个嗯、现在打了，当然黑棋很安心，就没有对，没有什么变化了。嗯、现在这棋是这样，现在是白棋白棋打吃这个，嗯，黑棋在尝烤吗？哦，黑棋还没有粘，黑棋在尝烤。这应该就是利用30秒的时间，在算之后的事儿了。算之后的事儿了。嗯，他现在有一点点可能性，就是转身的可能性。嗯，我往这地方一冲，哎，你走这种的话，我再把这跑回去。我接跟这个剑合，剑合，嗯，这似乎黑的也有可能这样下。我们看着连续啊，不那个，嗯，固子好还在哦粘上了啊。白棋大概也是只能挤，然后黑棋这时候粘，嗯，然后改白棋下啊，嗯，21234，嗯，断上去了。这个地方就一下就会马上定胜负的，嗯，黑棋可能打了压出来，嗯，可以打，下到这儿，嗯，21234，这个他肯定跑。嗯，黑的也只有出来。10，嗯，感觉白棋有点危险，对，封不住，是。不能搬吧？但是，嗯，是这样吗？嗯。那我吃这个是先手。加。这边一滚一下，大概。没气了。嗯。这边就忍了，拐就弯一个。忍住，嗯，但是这个图好像我第一感觉的是白棋凶多吉少啊，嗯，然后白棋继续搬在这儿，搬这黑的就跳出去吧。外围这一带就
不可能就是白在就在这的时候把黑棋吃掉，接黑就靠就行，靠靠住，走这个也行，走这个可能更、嗯、更直接。嗯，这个也许也行，不过这个形应该是下在这好。现在是该黑棋下，黑棋还没有落子。哎，嗯，对，现在下到这儿。黑的下这里，白棋怎么办？嗯，有点危险。我觉得这白棋确实是危险。基本上就等于白的是这个是先手，黑的是这一带需要补一下。然后这由这先手跟着对杀，嗯，也没觉得他就杀得过，就是他这靠过去的话，他。不要走别的，就连回就行了。嗯、总体这个地方摆的气也不是很长。假如被黑棋这个地方走一个，嗯，走这个。靠，他是靠了。哦，黑棋。黑棋长。长。嗯，感觉白棋凶多吉少，主要是这块棋走着走着，别一会儿死了。嗯。白棋搬，这个没用啊。嗯，白棋是很危险。这个，这地方已经损得不得了了。嗯。那边那现在只有这么下了，冲。冲。退。白。感觉黑棋活了就。刚才一家。对，活了就成。嗯。活了就行。黑棋这个是先手，嗯，活棋应该不成问题，而且白棋这块棋、嗯、啥情况？黑棋不是黑棋活棋不成问题的话，它不就结束了吗？这块棋怎么办？嗯、白棋是啊，这块棋目局部是死棋。对呀、啊，这块棋跟白黑棋这块棋没法杀的，嗯、不要说眼位黑棋也几乎有了，并且气也肯定黑棋长，那就这地方要一决胜负了啊！实在黑白棋冲一下之后，退，点三三，点三三是吧？嗯、哦。点三三，黑棋挡这个可能有一点小风险。嗯，
挡，哎，你挡这边呢。挡这边，你爬这个，我可以走这个呀，很安全的。嗯。先手。你要挤这个，接上。这不就？哦，不能打。嗯。打，嗯，打提，这边有一个，我黑棋可以挖。哎，对哦，这个有个挖。嗯，黑棋可以挖。接上，这可以不打去。单挖。如果这样挖去。嗯。嗯，这个图也是黑棋好啊，白棋不行，所以黑棋挡这个也可以，挡这个有相对复杂一些，被他爬回去。嗯。这个对杀里边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不很清楚。对，是站他挡在这儿。然后白棋是单挤，啊，白棋是单挤。白棋不能走这个、啊，走这个黑子走、嗯、黑棋走这个了，是局部白棋就不行了。然后挤粘上。嗯。那这样下白棋是不行的。嗯，那是完了。哇，这个就结束了。对，感觉白棋是怎么下都不行，这个棋形太勉强了，下的。啊、这棋形、嗯，这左边也不行，右边也不行。不行。嗯，是站就是进城这样打吃粘上，这白棋应该不行了，已经。不，这个地方很明显，黑棋是有个打了一打。对，可以打掉，啊，这警住气还可以。是，这肯定是不行。是，主要这白。然后这个地方，白棋如果补一个黑棋，这地方一起打就不行了。哦，我们看这盘棋已经结束了，就下到这儿。就是下到这儿的时候，啊、白棋认输了，头子认负、哦。对，这个时候也没粘。嗯，下到这儿头子认负了。对，确实也是哦，不下到抵挡不住了，肯定是不没有棋了。嗯，头子认负。嗯，那曹老师，咱们还剩一些时间，给这盘棋做一个回顾，从头摆一下，还是好。嗯，好的，我们看看他们会不会有复盘的，嗯，在说些什么。我们看手势，就在说右上边这一带是。嗯。其实我觉得粘这个的话，我记得我本来也没看清。一直好像是顾子豪在说话。可能这个舒淇的心情不是很好。比较沉闷一些。不是很开心。这个图形、哎、我怎么觉得本来好像还是有点复杂的，后来是白棋是输得太干脆了。嗯，他们在说当中这地方几段之后会不会有一些让顾子豪担心的变化，
主要是上面那个打掉干什么呢？啊，不打，他们也没有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打的问题，就这一下，这下不打，我觉得啊，还挺有气的。啊，嗯，中途这盘棋一度的时候，我觉得白的似乎是蛮有机会的。嗯，失控比较多，如果各处能处理好的话，这个是白棋会比较有利一些。是。嗯，顾子豪刚才当中摆了个这个胡，我还没明白他是什么时候胡一个，就是挤的时候。挤的时候哪你能胡吗？挤的时候当中，他的意思是不是挤这个时候他后来接在这里了吗？这个、嗯、不，后来不也黑的也是行。虎这个是什么意思？被人家把这个断掉，不大会。嗯。啊，他是这样，他是说是黑棋啊，白棋这个不走的时候，单挤在这里。哦。也许是一个机会。我单挤，嗯，是，就单挤的时候，当时这里还没有子，白黑棋如果粘、嗯、白棋可以把这个卡死，对，如果黑棋冲那里，白棋保留一个活棋，嗯，对，应该是。那个，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等啊、嗯，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从头把这个棋再回顾一下。好，嗯。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盘棋的进程。双方是各下了两个二连星。二连星，哎，嗯，比较流行的布局。是。这个有点像模仿棋啊。嗯。然后白棋挂角。嗯。黑棋一间低价。这盘棋开局也算进来是比较少见的，没有直接点三三。是。嗯。好，尖顶。嗯嗯。这个尖顶跟小飞、嗯、啊，现在这个定式也是比较常见的，算常见定式之一了。是的。这个地方小飞和单关的区别呢、嗯，就是在这一代以后，如果产生战斗的话呢，嗯，白棋这个子应该下在高位上，高位上，对，下在四路，是。然后呢，以后白棋这一带进去呢，对黑棋的压力会比较大。是，嗯，实战是下在了高位上，高位，他就比较看重这个，嗯、看重打入、嗯。对，现在下边的这个结构呢，当然作为白棋是希望黑棋这一带如果能补回去，嗯、那么
白棋就非常满意，就可以点叫就这个定式下完的话，黑棋比较局促啊，是这一带有点重复，所以黑的是肯定不会这么下的。那么预计到黑棋不会这么下，那么这个地方呢，白棋是准备进去的，所以白棋现在下的这个单关跳，黑棋的下一手是尖着这。这个意图也是很明显的啊，就是不怕你这个子跑。是，这手棋很凶狠。一般来说，如果怕这个子跑的话，是应该扎钉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扎钉的话，比小尖对这个子压力会更大。对，白棋如果说再跳的话，黑的可以走这个跳或者走这个跳。因为小尖的话，底下白棋将来是有眼位的，是是 是可以飞进角。但是黑棋下在这儿呢，是这个层面要有亏点。对，就是对角上的防守上要亏一点。或者说，白棋还是在这个方向打路，然后呢，让你把这个子吃了，那你这个子吃的呢，显得就有点小了吧？这规模小了，在这里，这个是连角带上这点边，是。这个吃这个子就比较大了，吃的。实战的话，白棋也是打入了。对，但黑棋小尖这个时候，白棋也是打入在这里了。他其实应该也是不会跳的，跳的话，黑棋这样就很满意了，甚至可以跳在这。就白棋这块棋太重了啊，整体没有眼。白棋好像也不太能这样飞下去，被尖顶了断。这白棋打出来。粘上这个白棋会这两个字会有点苦，有点危险，所以这个字双方的对这个字的判断双方是一致的，就觉得不太能跑了，对，所以白棋在这个方向打路，然后黑棋正，这个是不错的一个下法，寻求行棋的步调，是正常来说的话，黑棋可能小尖普通一点，是是是，小尖的话，白棋无论是跳在这或者是先拆个一，这个好像白棋这个棋形比较流畅，就这样出头也比较畅，对对对，所以这个地方他总是黑棋总是希望能够压迫白棋一下，像先让白这边小尖这两手就交换一下，黑棋觉得便宜了，把他头给压低了。白棋是先飞这里是吧？对，先飞了一下。对。然后黑棋。这个棋形，其实这样的棋形，我们看到高手的话，下棋都会下在这里，因为这手棋是不怕黑棋压住，就是直接压住这个地方。白棋是有反击的，可以搬着力。你黑棋再长，黑棋当然不能走别的，别的地方就要打出来了。黑棋如果长的话，白棋这地方是不是就搬过了？就白棋黑棋这时候已经搬不下去了，对，搬不下去。然后再打的话，打的话，我好像直接滚都可以了。直接滚包。当然，这个大头鬼是。保险一点啊，更保险，不会有问题。这个，假如能成立，是更凶的下法了。目前应该也是能成立的。这个几个黑棋和这四个白棋对杀，黑棋不利吧？所以当白棋下在这个飞的时候，黑棋实战呢，他只能在这里靠。他先靠了一下。对。然后白棋搬，这靠两下对于这块棋来说有点损哈。哎，那肯定白的占后了、这个。这个也是白棋飞这个的意图啊，他是这边白棋绝对满意啊，这样黑的再靠住，再靠住，然后白棋再出头，再出，这个白棋的步调还是挺好的，小尖，白棋压。这个有了这个压之后呢，这一带黑的是不能再跟着下了，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子被压出来是很严厉的。实战黑棋是这边补了一个，这个很厚实，非常的厚实。就这个地方如果是补在这儿，效率它不一定便宜，效率高一点的话是这样，你反而给对手有行棋的步调，它可以尖顶一下。
和棋。一般来说，这个棋形是要出去的。嗯。但是它有挖。黑棋如果打住。对。它有这样的。拖。拖也行，棋、嗯、拖吧。嗯。拖就拖过去了。那黑棋如果搬，嗯，它白棋挤啊，这个因为上面黑棋气太紧了。这就又是一个大头鬼。对，这个这个地方，嗯，扑踢掉，脚吃、嗯，这个黑棋显然是不行的。是。所以像这类的地方，当然，棋友们可能很容易黑的会下、嗯、想下在这个地方，嗯、因为这这个子。就感觉动不出来 了，动不出来，是，然后占位空大一些、嗯、但是这样的棋呢，很可能让对手有行棋的步调，他尖顶之下、嗯、你只有接上，刚才演示了一下长出去他又挖了拖，你、嗯、你只有接上的话，白棋也成为好的棋形、嗯、而且将来这一代还是有借用的，有先手的便宜、对，还是会有一点、嗯、有先手便宜，是是、啊、所以一手棋不干净、嗯、厚实一点，对，当然现在的话，这个搬假如搬在这儿的话、嗯、可以把它看作为是一个锁手，因为搬完之后、嗯、这个地方白棋下一手棋比较难下，对，长，对，说不定马上被对手断住，可能、嗯、黑棋争自有利，对，就算黑棋不断将来也是一手棋的隐患、嗯、是不断就在这里点，你这棋形 也很难受，嗯、啊，所以实战白棋下面先拖了一下，寻求一些先手的便宜、嗯、啊，看看上面怎么整形，然后白棋再断，嗯，啊，黑棋往里爬，黑棋往里爬，嗯、黑棋这个地方这个局部嘛，还有一个下法是下在这，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也是白棋的预想图？他希望能下成这样，嗯、然后黑棋白棋就这边打掉，打掉应该是先手，他会踢掉，嗯。嗯，然后这边再跳一个便宜那么一点点，可能我觉得也是，还是说他这边有一个子做借用的时候，他是想这里加、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搬出来，也有可能能够搬、嗯、对，嗯，假如这个子没有的话，搬就直接被断死了，断了、嗯、我们看一下，这个假如没有的话，现在这个子跑出去的话，这个被他打下来了，但是有这个子的话、嗯、你打他就可以跑掉，是，就这样就可以直接穿出来，有点关系、嗯、就是他比较想的就是这个搬了，嗯，所以这局部呢，黑棋一般来说能爬就是会爬的，白棋的下一手下的挺漂亮，嗯，不是简单的就随手一搬，那就什么韵味都没有了，对，那就失去了他拖的意义了，对，这种跳下的比较好，嗯，你现在吃他就搬过了，这个是黑棋所不能容忍的，是，所以黑棋是尖顶，尖 嗯，然后白棋，对，这个小尖也是先手，退，嗯，因为下边最最简单的说，黑了一顶就过了，并且你就算几招也没用，这一顶还是过，嗯、你退这个，他黑棋一顶在这里，还是过了，还是度过，所以黑棋啊，所以白棋没办法，就退在这，嗯。嗯、然后黑棋下一手搬粘啊，这个是很细腻，对，以后就下不着了。嗯，现在真的就是时机。是，然后白棋粘上。嗯，现在这个局部呢，最厉害的是这个，可惜就劫财不利。嗯，假如白棋劫财有利的话，白棋可以挤在这儿、嗯，你搬这个白的再一推，这个是一个天下劫。嗯，再一打，这个劫确实需要勇气。啊、不是有那这个出其无劫，这个白棋打不赢，这个白棋不能这么下。这一劫打输了、嗯，损失也很惨重。是白棋，所以只有接。然后黑棋吃掉，嗯，白棋这个再飞一个，飞，嗯，嗯是黑棋拐，嗯，白棋裂了，裂下去了，嗯，这手棋。非常大，本身目数价值就非常非常大、嗯、并且还有关眼位，是这个从目数上来考虑的话呢，这个地方局部这个是肯定成立的、嗯、你立的话它飞啊，它点了小尖就行，嗯，这里活得很大，
对，不光把对方控破了，这个很大，自己目数也很大，并且可能整个白棋这个地方要谋求眼位的。是，然后这个局部呢，假如黑棋要顾及到这块棋的生死情况的话呢，它还有这个挤啊挤，做出一个眼的这个下法。那白棋大概也只能打吃，打完粘这棋，接下来有点难抉择。粘我就度过，你还得挡。嗯，还得挡，不然这有一个挡了，这就是已经有眼了。我这扳是先手。嗯。已经有眼，嗯，因为这棋打这个打是不能成立的，好像走什么都可以，嗯，最起码这里有一个尖小尖，里边有个打劫活，这个也、嗯、也不会死，这个也可以，嗯，这个好像问题还比较严重。白棋只能打完扳，打完扳好像被黑棋杀了。嗯，黑棋可以爬。哦，这边可以延棋。一路扳先手。扑、嗯、的话，我就紧住气就行了。嗯，哦，这是黑棋杀，把白棋杀掉。白棋死掉了。所以这个棋，这个局部黑棋是有两个选择，这个有了。嗯，这个没这个、嗯，就是黑棋有两个选择、嗯，就是可以点三三，可以挤、嗯，所以白棋现在这个力是、嗯、非常大的一手棋，非常有价值的一步棋。是，嗯，然后黑棋跳，嗯，白棋跳，嗯，然后是顶了一个。顶一个，白棋也顶回来了。嗯，嗯，这个黑的下的挺强硬的。嗯，看就像这类的棋，嗯，他意图很明显，就是不让你过好日子，宁愿我也苦一点。嗯，就是双方都比较安逸的下法呢，黑的可以下的这加一个。加你走这个我就长、嗯、黑的这一带也很厚，当然白的也变厚了。嗯，这个点完之后，实际上这一带黑的也有点薄的。是，也这个，嗯，这个点，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有点熟手的嫌疑的。因为不点的话，啊、这至少这个挖，对它这个缺陷没有暴露的特别的。就不点的话，黑棋的这块棋。是比较强的，是点了之后就变弱了，并且像这类的棋形，假如要破白棋这眼位的话、嗯，本身它这个可以下的，也就这手棋就是它这有冲，并且把这个子救回来了。现在这个棋走完之后，这里黑的也没什么好棋，而且接下来黑棋是必须要自己再补棋了。如果不点这一下，这个补棋还不着急。嗯，然后实战黑棋这边又补了一手小尖、嗯。对。嗯，然后白棋飞。是。黑棋往下飞。嗯，这个棋、嗯、好像白棋的步调还可以。嗯。嗯。这个棋呢，假如比较注重一点脚步的时控，可以小一路，小飞一下。小飞一路。嗯、大飞的话，不，现在很想大飞。嗯。就是这块黑棋眼位匮乏了，不过就以后留下黑棋一个点脚的一个绝好点。是，然后黑棋。嗯、黑棋是下在这儿。嗯。嗯。黑棋。啊，对，先下在这儿，再然后再加的这个。对对对。嗯、是。因为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棋形有点印象的、嗯、就是次序不一样，就是感觉这两手棋就很漂亮。对，这个棋白棋好像没太好的办法，嗯，大概也只能靠了，因为走这个的话，这地方黑的一直可以下在这，是黑棋这个是先手，可以直接就下在这。嗯，局部来说黑棋是不活的，嗯，
不过如果黑的是一个大眼的话，让白棋收气，外边能全部收紧，黑棋也非常满意。对，嗯，不过这个棋非常讨厌。嗯，白棋实战是靠在这儿。对。然后黑棋在反夹，嗯，其实黑棋的意图并不是说想在角上出棋，只是利用一下，然后外面走一些先手。因为现在这个就不行了，这个棋紧着白棋黑棋的气了，所以他反夹，他接上，黑的是为了取得这个跳的先手。嗯，白棋很顽强，在二路飞了一下，飞，嗯。强调这个将来这边靠的手段，对，然后黑棋接下来胡，嗯嗯，把这个也间接防上了，嗯，白棋搬，对，这搬不知道是不是绝对的一步棋，其实也可以不下，我不下的话呢，他不是担心黑棋就这样白的也很安心了，嗯，没什么，也许他在担心他在这跳进去。将来形成杀气，不过好像总是白棋。白棋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搬，可以搬。搬的话，他就活了，脚就活了。哦，这个力先手，嗯，脚就活。他，这个地方黑棋不是度过跟白棋交换掉呢，脚上会有点余味。嗯，尤其现在这个龙兴战是快棋的这个用势规则嘛，白的觉得搬一个还是很安心的。对。包完之后，他这有靠，嗯嗯，然后黑棋点角，嗯，挡住，嗯，白，白，角吃，这样，这个虎跟这个街大同小异，嗯，基本上没什么特别大的，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对对对，这个有一些很细微的差别，是。然后白棋靠，这个是实力比较大。嗯，当然这手棋是更为后实。嗯，也有棋手，我想这个这样的场面下会下点招。这手棋呢是注重于实控。是。现在黑的走这个白的是要冲这个。对。这个断跟这个扳，两者必得棋。这个里冲不断了，嗯，刚好这个扳这个子用上了。是是是，这个扳就是为了有这个靠。嗯，对。不过黑的这个藏出来也是蛮严厉的，然后白棋并，嗯，黑棋压，嗯，这现在白棋不太好硬了，嗯，因为你再硬的话，这地方是这样，再硬，它会这样。假如你算你藏的话，它这个地方跑出来很厉害。白棋如果冲，对，本来你这个扳是很强硬的棋，现在黑好像。反倒被对方借用了。黑棋的对硬手很多。对，看到这几个子就越来越危险了。对，不，你现在这个确实很危险。是。所以白棋不敢轻易的，嗯。白棋这边补了一手，嗯，啊，这边贴了一个。补了一手，当然要准备承受黑棋猛烈的攻击。对这几个子的攻击了，嗯。不过白棋应该也有所预防吧。嗯，这地方白棋是准备了严厉的反击的手段，对，然后断，嗯，长，这两手棋白棋下的非常强硬，是也非常凶狠，然后因为他其实眼光是也是瞄着黑棋的这块棋，嗯，现在当白棋飞这个时候，假如黑棋往这踢，白棋就长。白棋黑棋如果再贴回来，他再定哦，这里已经连不上了，这个很危险，嗯，这个切换黑棋很危险，是再加一手，白棋再加一手肯定死了，但是你是出来我也出来，然后你这块棋它能再飞出来，对，白棋如果飞出去的话，黑棋这块棋，嗯，生死也是成问题了，是，所以当白棋飞这个的时候呢，黑棋是不敢从这里走出来的，我们看，嗯，再看一下这个棋形，嗯，当白棋藏在这的时候，嗯，黑棋这块和黑棋这块棋就被分成两块，是，它好像不可能两者都兼顾，对，嗯，对，实战他选择了冲断，冲断，嗯，这个地方双方还是计算很正确，啊，白棋长。嗯，黑棋实战是藏在这，这个是也是一种棋形。当然，这局部呢，
黑棋最严厉的是压在这，很可惜，但是不能成立，不能成立，就是它有个扳，扳当然不能断，这个有个争争死了。在走这个时候白棋就接上，这黑棋的棋形就坏，是两块很难兼顾，所以实战是单长，然后白棋是小尖，小尖一下，这里留下一点余味，因为直接白棋出动呢，还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扳的话，这里的棋是有问题的，它可以断，断是，这个出不来，对，这个还有，对，实战这边先拱了一手，然后黑棋呢拐住，对，白这边先冲，对，他现在也是谋求一个转换，然后黑棋顶，这里白的直接是断不进来的，现在不能断，现在不能断，现在又被吃死，断这个就不行了，对，所以白实战是需要借用一下这个先手，对，这个如果是先手这个就可以断了，断了，所以白棋拉粘上，然后顶，这样顶，这个是先手，粘上，这个是其实对这里也是先手，对那里也是先手，黑的只能选择这个价值大的，这步棋，对，这样双方就形成一个转换，白棋呢是取得了失控，吃掉了这个黑棋的六个子。就这一带外围呢，黑棋有点获得了外势。并且这个地方变厚了。然后黑棋震。黑棋现在目标是在这儿。小尖，这个是一个最强的一个下法。这个时候白打了一下，白棋这个打是有，也许是打将这个棋，因为一般来说不太好。这棋本来的话有可能，当白棋这有子的时候，白棋是可以需要这样打的。长。这个打次就厉害了。是。现在这个打掉就什么也没有了。对。这打掉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棋形。卖掉很多味道。对。打将这个就没有没用了，这打没有这个打吃，所以这个打将这个时候是不太好的棋。然后黑棋粘上，白棋走这个。对，黑棋让白棋变重。这一带的棋形挺有意思的，黑棋可以直接下在这儿。白棋飞。然后走这个，白棋这边先提一下，是一个应手，让黑棋下在这儿。白棋现在还是跳了，是吧？对。我这个又到了一个胜负的关键处了。现在，靠的话，他这样正面应战，当然是黑棋肯定有欢迎的，所以白棋要顶一个，然后黑棋冲。对。这个时候白棋似乎这手棋是本局的败招，应该下在这儿。下在这儿就可以。是。就黑棋如果粘的话。粘的话这边就。我再走这个。挤完再一段。这个黑棋就坏。这地方有个挖。是。黑棋可能还会下在这个地方。但这下就不会再挤了，对，那我就可以单断这里，以后白棋这块大块是安全的，它可以在这里吃，把这个提了。对，实战等于说是先冲走一下这个，然后这手棋不太好，对，然后冲白又断，然后被黑棋粘到这的时候，这棋难下了，很难下，对，这个时候已经感觉不太对了。主要是白棋这手棋是下错，是，然后白棋飞，黑棋是冲。白棋是冲过来，黑棋呢尖小尖，白棋是断断，然后黑棋挡住，然后白棋吃，对，其实吃这个的话，好像现在挤这个也许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对，然后实战的话，白棋是在这儿被黑棋挤，这个地方局部已经死掉了。对，不太好了。对，这个外围的战斗战不过了，所以这盘棋呢就瞬间结束了。
啊，我们这盘棋呢，最终是黑棋获得了胜利，这块棋白都死掉了。是。嗯，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就先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嗯，再见。